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洪淑荫新闻，我是许端颖，带你一起关心淡水北海岸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击器在民众发生紧急状况时，可能是能够救回一条生命的利器。今天上午在金山警分局举办了一场捐赠仪式，有一名善心人士与金山医院联络，想要捐赠 AED， 不过碍于医院程序过于复杂，加上这一名匿名捐赠者不想要曝光，因此金山医院的院长才会委托妈祖慈善会用他们的名义来代捐，而这也让金山警分局成为新北市第一个完成 AED 设置的单位。今天上午在金山警分局举办了一场捐赠仪式，由新北市妈祖慈善会经过台大医院金山分院院长的牵线，捐赠了12台的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击器给金山警分局，提供辖区内所有包括了金山万里石门的派出所使用。因此今天现场也有许多的贵宾到场来参与这项公益的促成。台大医院金山分院的那个黄院长因无业专征引线哈。我们今天这一次的经费才可以顺利的完成，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所有我们各界的热心的人士，因为毛人的道三工，马照今仔日的这个活动，这个 AED 也是对我们社区蛮重要的。那觉得说，如果可以捐赠给这个警察单位，这样对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民众呢，大家都有保障。那原本是希望透过台大医院金山分院来做这个捐赠。但事实上因为公家机关的捐赠事实上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也刚好有妈祖慈善会他们愿意说来接受这一笔捐款，然后替这一位匿名的善心人士那把它捐赠出来。之所以会由金山医院的院长来促成此事，院长表示，其实最初有一名善心人士想要借由台大医院来捐赠，不过碍于医院程序过于复杂，加上这一名匿名捐赠者不想要曝光，才会委托由妈祖慈善会来代捐。这也让金山警分局成为新北市第一个完成 AED 设置的单位，共同促成，然后把我们市政府。我们朱市长目前正在推动的 AED， 也就是我们自动心脏电击器的这套设备啊，设置在我们各派出所。那刚刚我特别说明，这套设备只要是设在住家，当然可以照顾家人；设在你的企业办公室里面，当然可以照顾员工。但是只要设在像我们警察机关的话，那我们的面就更广了，我们可以为社会服务。今天在捐赠仪式之后，警分局还安排了如何使用 AED 的示范教学，马上就有专业讲师示范给大家看。而这12台的 AED 共102万的捐赠，将会设置在万里金山石门3个区的派出所，同时也是人潮众多的观光景点，也希望能够为这里的民众多一分急救的保障。记者许端颖，金山采访报道。为了要保持淡水中山路的畅通，淡水警分局也宣布从上周开始要来严格的取缔路边违规停车。警方表示，因为中山路上面的公车流量非常大，路边违规停车时常会造成许多的惊险画面，因此分局将会加强特定的时段取缔，也请驾驶人要注意别违规了，以避免挨罚。为了闪避路边违规停车的车辆，公车才离开站牌，马上就被逼得必须向内线变换车道。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淡水的中山路上面上演。中山路红线违规停车的状况严重，也连带了影响了交通的顺畅。为了要改善这样的问题，淡水警分局也宣布了最新的交通取缔措施。平日早上的7点到11点，那么下午16点到20点，假日的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都规划有专责交通整理的勤务，针对违规停车或者是占用的摊贩实施劝导跟告。警分局表示，平日上下班时间，假日从10点到晚上8点，都会派专人在指定时段内对违规停放的车辆进行严格的取缔。分局交通组表示，由于中山市场的停车场已经开放使用，绝对足以应付中山路停车的需求，也呼吁驾驶人要保持公德心，不要贪图自己一时的方便去影响交通的顺畅。那这边呼吁一下啊，有要到这边来购物的村民或者是这个区域民众，请配合同仁的交通整理的一个措施。那么机车请尽量停中山市场的停车场，那么汽车那有三民停车场、捷运停车场，还有中山路也有民营的停车场，那么都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停放，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而吃到红单。
中山路两旁都是商家，因此停车需求也相当大。虽然地方曾经有意见，希望能够涂消红线，改划机车停车格，但由于中山路是市区内相当重要的交通要道，路幅不宽的状况下，交通局也不敢贸然同意。而这次分局铁了心要来整顿沿线交通，也希望还给用路人顺畅的道路环境。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位在三芝区横山里，有一片占地三公顷的油桐树林，在去年区公所完成第一期的步道之后，今年打算再增设第二期的木栈道，希望能够打通另一处的路口。不过从年初开始施工到现在，桐花树都已经开花了，都还没有完工。区公所表示，因为气候的影响，预计在五月初就可以开放。位在三芝区横山里，去年由客委会补助新北市政府观光局，在这一块超过三公顷的油桐树林地上建造一条桐花休闲步道，不但在完工之后吸引许多的游客，而这条长600多公尺的步道，在今年还要增设通往另一处的路口。因此，日前市府客家事务局与行政院客委会还有施工单位，也到了步道现场进行实地的勘查步道的进度。我们呢，在第一期已经有做一个步道，那其实已经有很多游客进来这边步道来看，那现在有一些桐花已经落在那个步道上面，非常的美。那我们之后会做第二期，现在第二期也快做完毕，好，那等到五月以后呢，验收完毕以后，我们就开放第二期，这样就做一个串联。客委会的补助，它补助我们做我们的桐花步道，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来这边观赏桐花，有个便利的步道可以直接上去，观赏我们的桐花，像五月雪一样的桐花。区公所表示，这一次第二期的赏桐步道最主要就是能够提升桐花的观光，并且要串联第一期的步道，让民众能够徒步行走。不过从年初开始施工到现在，桐花树都已经开花了，都还没有完工。区公所则表示，预计在五月就可以开放。那个赏桐步道的串联呢，是在一月中旬开始施工。那我们总共做了120个日历天，等到5月12号以后会完工。那我们这个步道呢，除了第一期很多的是用碎石步道，那我们这第二期呢，有木栈道的方式下来，还有一小段的那个木栈道。其实这一条桐花步道是以碎石加上木栈道的方式来施工，以步行为主，也是希望给民众一个安全的步行环境。但是因为三芝在东北季风的季节容易下雨，难以施工，而目前已经完成了80%左右，希望在2个星期后就可以开放给民众使用。记者许端义三芝采访报道。为了要加强学生的英语绘画，正德国中在今天上午启用了英语情境教室，借由投影布幕搭配上各式的道具，教室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变身成为主播台、机场、超市等各种不同的情境。而校方也希望利用这样子的情境，可以帮助学生练习英语的对话，加强他们的英语能力。坐在主播台前，流利的英文播报，两个国中生看起来架势十足。而下一秒，超商的场景马上就出现在主播台前，连线记者采访也是全程英文。好表现让台下来观赏的长官们赞不绝口。为了要提升学生的英语绘画能力，校方特地打造了这间情境教室，而今天也正式剪彩启用。那我们有20个那个手拉的那个卷轴，那每个卷轴都有不同的情境，有飞机的那个机，有机场的，有在地淡水文化的，还有我们的在地的特产之类的哈。那每个情境就让孩子在这个地方能够用英文学习，他不用出国，他可以就好好学习英文这样子。由于台湾学生的英语绘画能力一向都不如学科的表现，为了让学生敢说敢讲，在教育局的补助之下，正德国中也特地打造这间情境教室，希望借由情境剧情的引进，让学生敢开口说英语。而对此，特地前来参加启用典礼的议员们也对校方的用心表示肯定。那刚刚看到我们小朋友的表现呢，可圈可点哦，那代表着我们国家未来是美好的。那英语这一块，我想不仅是我们正德国中有这一套设施，我想我们继续争取哦。那我们每所学校都有这个英语教室的一个设备。今天这个多功能的教室啊，启用，但是啊，能够给那小孩啊，他们有了课外的活动，能够来学这个英语啊。这英语如果把它学好的话，以后啊，才会走遍天下，那个各国世界各国。他们有这都是这英语，要把它从小就要把它教育好。是不同的啊，就五金行、药妆什么什么，那能够让孩子在这样的情境下面呢，能够真正的学到所谓的 living language 啊，那让他们经由
英语的这个生活英语的对话来学习，那我相信对他们的英语的学习会是最快的。除了超市、机场等场景，在可以抽换的挂轴上，校方还特地设计了淡水的特色，目的就是希望能让每一个正德的孩子都能够借由课程变成淡水的小小外语导览员，把家乡的特色介绍给国外的友人。校方还表示，将来会持续设计课程，希望可以打造国际化的校园，提升孩子们的国际竞争力。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为了推广使用自然人凭证进行报税，国税局从今天开始也推出了机不可失欢乐送的活动，民众只要带着自然人凭证还有身份证以及五张发票前往各地的稽征所，就可以兑换读卡机一台。四月进入尾声，紧接着五月就是报税的季节了，而有鉴于每年到了报税季节，各稽征所总是会人满为患的状况，为了节省民众的时间，鼓励民众使用自然人凭证来做网络报税，今天北区国税局更是推出了送读卡机的活动，希望来鼓励民众申办自然人凭证。那民众可以拿着这个自然人凭证 IC 卡，还有那个就是五张的那个发票，还有带了你的身份证，那银本也可以到我们北区国税局的辖区的分局跟稽征所来兑换读卡机一个，因为那个数量有限，兑换完为止，所以请民众要把握这个机会。涉及在新北市及北区国税局辖内的民众，只要是在去年六月一号之后申办自然人凭证 IC 卡，再拿着五张三四月份的统一发票和身份证，就可以到淡水稽征所来兑换读卡机一台。由于数量有限，民众的手脚可千万要快。利用自然人凭证报税，它有五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申报的速度很快，第二个就是那个查询资料的速度也很快，第三个就是你要更正的话，那一天你更正几次都没有关系，只要在截止日做完更正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你的退税也会很快。借由自然人凭证 IC 卡，民众不但可以从网络上调出各项所得资料，甚至连医疗以及劳保资料都可以一目了然。借由网络报税，又可以避开报税期间现场的人潮拥挤，好处可说是相当多。因此，国税局也特别推出活动，希望可以鼓励民众多申办自然人凭证。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而明天就是天上圣母妈祖诞辰的日子，在北海岸最大的妈祖庙金山慈护宫，为了要庆祝在这地方上的宗教大事，从昨天开始就举办一连三天的法会祈福活动，而此外还准备了上千斤的平安米来供奉，并且将这些白米要发送给弱势民众。今天是农历3月22，再过一天就是天上圣母妈祖诞辰的日子。而在北海岸最大的妈祖庙金山慈护宫，为了要庆祝这个地方上的宗教大事，从昨天开始就举办一连三天的法会祈福活动。而庙方表示，这次不只是在庙里面举办法会，眼前的礼斗更是由1500位信众所供奉，要来一同庆祝妈祖的诞辰。我们金巴里慈护宫目前有205年的历史，所以每年的妈祖圣诞呢，我们都非常盛大，有礼斗法会，所以每年参加人数总共都有1500朵左右。我们不止这样，我们还买了超以前都是40000斤的白米啊，来帮妈祖祝寿。祝寿完了之后，捐献给万金石山区的这中低收入户。慈护宫在每年的妈祖诞辰都会举办盛大的庆祝法会，此外还会准备上千斤的平安米来供奉，借此还会将这些平安米发送给弱势民众。而对于在其他地区的妈祖诞辰，这一天都会举办绕境活动，庙方则说这里的绕境活动都是在农历的4月16，配合妈祖回娘家的活动来进行。我们一般的妈祖绕境都是3月23号这天，但是我们今慈护宫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奥妈是从野柳这边回来的，野柳那边是在海岸，海岸有一个潮汐的问题，是每年的16号都是老最想搭最干，所以那个妈祖洞才会浮现出来，信众很自动自发的参加护送妈祖回娘家，回到野柳这个洞，就是16号那边潮汐最干的时候，妈祖洞才会浮现出来，这是我们叫海岸传奇。这两天在金山慈护宫，不仅是能够看到盛大的摆设，还有许多的信众前往参拜。对于这一年一度的妈祖大盛事，不只是要庆祝这个已经200多年历史的慈护宫妈祖生日，更是希望能够保佑在地居民的平安。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
而接着为了庆祝妈祖诞辰，其中在汐止区樟树一路的开山宫则是募集了各界的爱心要帮助弱势，而今年则是募集到了4000斤的白米，除了要作为平安米，也要发送给贫困家庭。这是去年发放平安米或是帮助弱势的情况，现场真的好多人。而来到这间位于汐止樟树一路底的开山宫，这些都是要送爱心的白米。每年选在妈祖节后德里，开山宫就会展开募集爱心的行动。今年成绩不错，算算总共有4000斤的米。明天是我们妈祖圣诞千秋哈，3月23号，那我们开山宫秉持着以往的作风哈，就是说在3月23号当天，我们来发放白米。给弱势家庭需要的人可以在明天下午4点过后前往我们开山宫来领取平安米哈。当然，这一次的平安米我们也是用了3-4千斤的白米哈。开山宫主委同时也是厚德里里长，今年再度发起募爱心的活动，也获得许多社区甚至是民众的认同。而这些张贴在墙上的名单就是这次的善心人士，其中包括了去年加入的汐止义警中队，一样是捐了500斤的米。而社区民众说，大家出一份力可以帮助别人。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陈主委哦，因为都大部分都是他到对外去募捐的啦，那社区的部分跟我们里民的部分会到我们土地公来捐赠啊，因为我们连续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所以说庆幸的就是说很多狮子会都非常的踊跃啊来捐这个白米啦，在此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善心大德对于我们广大的里民啊来做这个社会服务啊，也祈求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爱心很踊跃，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今年4000斤的平安米将在3/23妈祖节，也就是22号下午发放。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樟树一路底的开山宫。借陈慧玲细节采访报道。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动都会区的原住民老人关怀照顾，目前已经设置了10个原住民老人日间关怀站，而其中位在汐止区厚德里活动中心则是第一个成立的，除了有共餐，还有一些身心灵的成长课程，并且他们也将在4月底要代表新北市参加健康操的全国总决赛，而因此今天新北市长朱立伦也特地前往为他们加油打气。位于山光厚德里活动中心的汐止区原住民关怀站马上受到热烈欢迎，原住民长辈是用他们的歌曲展现热情，让当天来访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议员们都感受到。新北市都会区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共计有5275人，因为原住民多为离乡背景打拼，年轻人白天在外面工作，长辈独自在家没有人照顾，所以市府特地在汐止区厚德山光市民活动中心是设立了第一个日间关怀站，并且陆续在新北市设了10个站。这些长者这些发起发意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互的关怀，所以我们推动了日间关怀照护中心，而这个日间关怀照护中心的第一间就选在这个地方，是前年开始开办。这个活动中心除了我们日间关怀照护中心以外，很精彩的有我们的这些所有社区的妈妈的活动，有老人的照护，也有我们的公共托育中心是最成功的，这一点我非常感谢。开办至今迈入第3年，站内服务42位的阿公阿嬷，并且结合区公所、卫生所及当地原住民的社团、狮子会等单位资源的连结，平常只是提供关怀访视、生活咨询转介、老人共餐、居家送餐以及各项身心灵成长课程，还有健康促进活动。值得一提的是，站内长者也会自己编排舞蹈及演唱，4月底更要代表新北市到桃园参加3H健康操全国总决赛，希望能够获得好成绩。所以21号的上午，市长朱立伦也特地来为他们加油，并且授旗。哈利波特，有烟海夜人，有烟海人，人有烟海夜人。的这个老人关怀站，所以说他们因为
得到优异的成绩，下个礼拜要代表新北市政府参加全省的一个比赛，老人家的那个智力游戏的那个比赛，所以说朱立伦今天市长今天特别来此来受旗，也非常受到我们乡亲的热烈欢迎了。我们所有的长辈这一次代表我们新北市要出征全国的比赛啊，上一次在市政府举办的北区的比赛，大家能够取得入围的资格，感到非常的高兴。接着也参观了原住民手工艺品，而现场为原住民长辈加油打气，希望月底的健康操能够得到好成绩。记者陈慧玲戏剧采访报道。4月27号，欢迎大家莅临三芝赏铜践行。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好，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礼拜天开始出现飘雨，而且转凉了。预计到礼拜一，锋面快速通过，雨势缓和了，但是啊，雨量还是偏多，还是会维持阴沉，而且有一点点湿凉的感觉。因为东北风的关系，所以感觉上比较凉了一点。特别是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要穿着薄长袖，再加上外套会比较保险了。千万不要穿着短袖短裤就出门喽。那么接下来呢，到礼拜二的晚上会收到另外一波锋面系统要再度的报道，所以到时候新北市各地来说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特别是啊在沿海地区还有山区，雨势就会比较明显，一直到礼拜三礼拜四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那么详细的从目前预图上面来看啊，礼拜天的这一道锋面比较北边，而且它目前已经通过台湾，而且逐渐的消散掉了，但是在台湾的上空还是有一层比较薄薄的浅层云系盖在新北市上空。虽然说这个对流系统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啊，云层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感觉上再加上东北风的双重影响之下，其实感觉上有一点点湿凉，而且阴沉的。预计雨势稍微缓和的天气会持续到礼拜二的白天，到了礼拜二的晚上开始呢，就会受到下一波锋面系统接连不断的影响，新北市地区。所以从礼拜二晚上开始又要再度的下雨了，所以提醒大家，其实在降雨前夕来说的话，在礼拜一的时候雨势稍微有一个小小的空档，所以只有在沿海地区东北角的地方，像是石门、金山还有万里这个瑞芳的地方，雨势有一点小飘雨的情况。但是啊，整体上在其他地区都是会维持多云的天气，甚至在中午有一点点透光的感觉。接下来呢，到礼拜二的时候，白天还算是稳定的，但是啊，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随着这个北方锋面开始陆续接连的一路新北市地区，像是在北侧地区的淡水啊、三芝、石门一带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而至于其他地区也会出现一些小飘雨到小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三，新北市各地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所以提醒大家到礼拜二的晚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咯。那么在未来一个礼拜气温变化要特别注意咯，因为在礼拜一的时候雨势稍微缓和了，但是啊，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关系，感觉上会比较凉一点，和上个礼拜相比有很大的落差。接下来稳定的天气稍微稳定会持续到礼拜二，所以礼拜二白天还算是比较温暖一点，稍微有一点点闷了，但是啊，温度也不会太高，特别是到了礼拜二的下午开始又要再度的下雨了。虽然说这个雨势并不会太过剧烈，但是特别是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又再度伴随东北风的关系，所以气温还会再比礼拜一还要再下滑了一些些，所以提醒大家，其实到礼拜二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之后，其实要除了带把伞之外，也要记得多穿几件衣服咯。接下来呢，到礼拜四开始之后，雨势就会慢慢的缓和了，有稍微稳定一点，甚至在中午的时候有机会来到30度左右，但是整体上啊，到了这个周休假期的时候又要特别注意有机会出现比较剧烈性的降雨，所以提醒大家啊，其实在未来一个礼拜相比之下和上个礼拜其实整体来说比较不稳定一点，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随时更新气象资讯，才不会穿错衣服还有成落汤鸡咯。那么在最后啊，其实时间慢慢的进入到4月之后，特别是
不只是可以欣赏油桐花之外，也是欣赏萤火虫的好时机。再加上其实未来一个礼拜整体上下雨的几率比较高的时候，当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高的时候，通常萤火虫的数目也会变得比较多了。那么带大家来到新北市的石碇地区，像在这个二格山自然中心的地方，也有许多这个萤火虫的生态地方，也有许多除了萤火虫之外，也有许多大自然的其他生态，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带着家里面的小孩子一起来参观欣赏一下这样的生态园区。以上提供您做参考，我们下次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多印，祝您事事如意，鸿运新闻，我们明天再会。手绢发票。